就可以现在喝啊。这个好像是优酪乳哦，牛奶是这个，小朋友，牛奶是这个。没有要付钱，就现在可以喝。对，你肚子饿，因为现买就可以现喝啊。你要吗？你要？你那个是优酪乳哦，牛奶是这个哦。你那个是优酪乳哦。我敢喝。真的吗？先买一个就好了，一个先喝喝看。那你要拿一罐吧。我们家得用完啦，拿去放好吗？干货去市场买，这边还是比较……对，妹妹不要用手摸。再说一次，赶快喝水，喝你的可乐。敢吃吗 ？Thank you。可以试吃啊。嗯，这个好像是他们家自己自制的三种 cheese 口味。黑色的好吃吗？我没吃过啊。那你是吃什么？你吃白色的。嗯。你现在在干嘛？你嘴巴在干嘛？怎么办？快去找厕所。厕所在哪？给他100块。他给100块啊？对啊，是真的可以挤牛奶啊。真的吗？嗯，100块。白嘞。
我没有一百啊，爸爸他有零钱呢、啊。爸爸，快点！来，它里面真的有牛奶哦。嗯。可是我都没人在挤。它只是模拟而已，让你有真的有挤的感觉。那干嘛挤多？就是压压压就可以挤。有吗？没感觉，没有啊。啊，又没有投钱，又没投钱，哦哦，有有有有有，两只两只手要一起，两只两边，对，对对对，要用力啊，要用力啊，两只两只要一起用力，加油你。行不行啊你？这个没水。快点用力，它可以挤一分钟哎。这个没办法。那你再用大力一点。没了。哦，还有还有，就要煮牛奶。哦，小心。可是你还没吃午餐。怎么弄啊？很快点，真的很快点。这位认真的摄影师，你拍了什么好照片吗？好好吃。儿童餐还帮他剪好哎、欸，哇！他只是排得很夸张。说肚子痛嘛。棒棒糖都就小的，没关系，你已经买那么多糖果了。好了，我一天不准你们吃这么多的。吃了两个。而且你更重要的是，你根本不刷牙。不要刷。走了，换看饼干吧。我只想用牙膏而已。那就是不刷牙。我只能用牙膏，我不敢用。我现在已经买了，你敢用牙膏了不是吗？而且就今天呢，第一天的时候我都没。因为你没有给我牙膏，那牙膏我也不喜欢。什么？这是 Linda， 我这个是中班的时候 Linda 给我吃的。是小片的洋芋片嘛？对，中班的时候老师给我吃的。好了吧，这样就好了吧。啊。可以了啦。哦，又买泡面。哦，我看过这么大碗了。上次买过了、啊。上次的只有这样大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有大碗的，汤吉喝的，对，还有拍照。也是有北海道玉米浓汤。真的、哦，是这个带回去容易饱。是哦。好啊，就带啊，没关系，应该是可以带。我之前也有带过。北海道的。好，带。觉得嘞？带看看。因为不用太多解释。有没有了吧？好大，太大了！你要到什么时候你要吃？做到了，做到了！你要到什么时候才要吃？把灯表演。哎，那边才是北海道的好不好？你来看一下好吗？哪里？哪里？那个熊熊啊。这个熊熊。对啊。北海道北极熊拉面。是啊。对啊，还有这个熊出没也是，都是北海道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上面就写着北海道，这很有名好不好？连菜市场都会卖。菜市场都会卖，那还在这买干嘛？买一下吗？
还有什么小熊的？对呀、啊，这才是北海道的。白花山庄的。白花山庄是札幌的。米苏拉米。是吗？应该是哦。不要这样弄好不好？为什么要买这个、啊？这多少钱？为什么要买这种？盒子很难带耶。我要小橘子，我要小橘子。你要小橘子吗？对。好了，买一个吧。你要这种小橘子，还是那个比较黄的小橘子？我要这种。还有大橘子耶。买两个好了。不用吧，我们吃不完了。吃完，吃完再买，吃完再买。万一这个不好吃，你怎么办？我喜欢。这个不好吃怎么办？很好吃。好，我们明天还可以再买。你现在买坏掉了就，你不要这样子哦，你都不听我说话。走。不行，放回去。放回去。早就被吃不到了。不行，放下去。走。妈妈吃不到了。你不是买了吗？不行。走了。这个是我很喜欢用的，在米桶里面，然后可以预防那个米虫生长。就是只要你用了它、啊、就是像我们家的米吃的比较慢的，只要用了它之后就是比较不会长米虫哦，好厉害哦，灵芝法，这上次买过了，太咖啡，咦，我要喝咖啡，啊，咖啡不要吧，那什么东西跟着走了吧，几点了？你们两个也够了，走了吧，快点啊！刚才在看这个，我觉得可爱。我觉得早餐或者是去露营的时候应该很实用。拔一口。对对对啊！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回家，我有点受不了。去啊！啊！到底买够了没？今天才第二天。不是，不想再来。一次看看，因为这边最起。没有很起。没有吗？多大还不够起？没有很起。你说伴手礼的部分。伴手礼部分跟那个家用清洁用品的部分，可是他吃的很多啊。对啊，吃的很多。